套经典的笑场笑剧《诸葛恩仇录》来喽！陈文明饰演虎斗老大，艾诚饰演领班，丽果饰演女儿，侯一军饰演老板娘，诸葛亮饰演朱老板。起来哈，啊，卡卡有生奶，唔只赚有钱。哎，你今麦咧变什么棒啊？无我教小姐，教小姐吼安怎跳舞，安怎应付人客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你刚才今麦几点啊？你上班时间到啊呢？我唔知咧。哎，今麦今日上班啊？你搁坐一家，搁徛一家。哎，你奇怪咧，我惨嘛啦。是惨安怎啦？咱土酒店开这大间，啊，是咧惨啥？他大金闹哈，你敢无听一个消息？什么消息？好到会出家啦！这，别惊哦！啊，你免惊免惊，我还讲我外口拢布置好势啊！大帅，我回来啊！我回来啊！恁两个未见笑的人。我听讲，伊这里用掉的是，伊是去偷地泉州，哎，泉州到这阵还未吹掉。你敢无听一个消息？什么消息？好到会出家啦！这，别惊哦！陈伟明已经出来啊！对啊，迄、那个好到的陈伟明出家啊！哎呀，啊，你敢袂记十几年前我咧做酒家女的时阵，咱两个联手骗伊的钱，啊，伊就是因为钱叫我骗了了，唔再去还案。啊！叫我们乖十几年啊，即马今日出格，讲要找咱报仇。哎、哦，免惊免惊，我甲你讲，我外口拢布置好势啊。我叫艾诚哦，带队去外口，若有发现到或者陈伟民迄种面厚道的，拢袂使甲扭起来，可以跳过。有啦，伊迄个面是较好认啦，啊，不过你迄个细汉的怣怣。袂啦，我的囡仔你放心啦。大帅，我回来啊！我回来啊！我回来。我跟你讲过，每一届礼拜就较细声嘞。哦，拍死拍死，错一个。哎，你这样呢，你别动作，什么代志发生嘞？不代志啦。我今天很聪明哦，你们一定会给我奖励。我不是叫你去发宣传单吗？对，我去发宣传单，但是我遇到一个老板，他说他要找人，我把他硬拉来我们酒店消费喝酒，你看我有没有很聪明很厉害？哎呦，哎，变成功啊呢？是嘞，没你讲一吹吹。老板，他进来了。恁两个未见笑的人，加在恁一个细汉的，将我带来吃。啊无，我一世人可能就找无恁两个。好大诶，那是你啦。你捌伊哦？不是，你讲大头家就是伊哦。啊，就是伊啊。也嘛是爱应付看卖啊，无变大。哎呦，好刀哎！哎呦，十几年无看，伊玩这么好，这么缘投呢。哎，卖干的来这种的。哎，假情假意。哎，想当初恁两个联手来骗我，啊，今仔日让我找到哈，灾死啊哈！哎，我哪有联手骗你？伊即摆是做周润发面，哦。哎呀，你坐安尼大手机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是酒店？啊，你敢有钱要来消费？钱哦，歹势。今日出门收临时啊，无早收地址，安尼唔知有够无？哎呦！哎呦！哦，我来，我今日开算啊，你坐了有舒适无？这做消费就好。爱情，你加上来。哎呦！嘿，叫着人个哦，有影叫着你，真
真正是有钱的呢。哎呦！你酒紧传，紧传，倒倒酒啊，倒酒啊！酒紧嘞，我是要来啉酒的。啊，你小姐这样。卡达我都唔知道，这里这有钱。哎呀，这个人就唔知是这创会那这多钱啊！我知，我听讲我以前有没有抓的时候，伊是去偷地传酒，哎，传酒，搁这种还未吹掉的。你看伊卡皮箱内面是不是有地传酒？卡骨地掉的呢？我敏感有够哦。安尼船啊，伫内面摸唔到，阿成是，你过去，哎，看看里面是不是那个一粒一粒的钻石？哎，这是假巧的，哎，你讲一粒一粒，一粒一粒的嘛，钻石，对嘛？不可能是巧克力嘛？对，过去看看，好，对，好，陈董，你叫顾伯来啊呢？啊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来来来来，哎哎哎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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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哎，那太淡皮啦！哎呦，哎，看里面有没有吃啦！你把它打开，我看它里面有没有吃。我把，你真想要知影内底底什么物件对无？行啊！好，我就给你按一下。好。演戏就演戏，你真正手甲短了。想要看无物件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等来啦。好，这个较无法度，无度。你是谁？我林某呢？我知啦，我卖讲啦。对对对对。Honey。不然呢，哈尼，你今日提卡皮箱，唔知内面啥物吼？这皮箱内底物件比钻石搁较有价值。比钻石搁有价值？想当初，恁两个联手陷害我，害我去坐监。我即届来，就是要看这侪年了后，恁两个心内敢会对我有无欠？无啦，那是心意有够的我，那是心意有够，我就从这箱仔内底贵重的物件弄给你。来，咱去后边，我拿迄个房间，我给你偷偷看我的心意。但是，但是我无啥物件呢。伊这个意思我了解，嗯、我的心意也无够。伊即摆意思就是讲要看你的心意。无无啊，我心意。对啊，啊，我都做心意啊。无你生意，你何以看伊生意？你还没入味啦？我还没入味。你唔知影怪怪的人吼，迄个性拢会改变，甲以前无同款啦。我都只要个对你不爱入味啊。不爱食无的，爱食无的。嘿，你可能啦。差不多叫你回来，啊啊啊！回来，朋友来啊！过来坐。坐什么啦？嘿，阮早起今日十八号要被高会男兵，今麦大学生了，那边人坐台，也咪酒店小姐，我咧讲安那啦。好啦。什么好？差不多叫，过下坐。我不要，什么人不要？见钱眼开的朱老板，竟连自己女儿都牺牲，箱子里头的秘密究竟为何大？老大行走江湖几十年，从来没有跟人家讲条件的。哦，没跟谁来哦，没，不，别，交杯酒是这样，这样啊，这个男人他这个所谓在试用部，你看什么什么？我今日十八号要被高贵男宾，你今麦大学生了，那边人坐台，也咪酒店小姐，我要安那啦。好啦。什么好？卡婆讲，过下坐。我不要。什么人不要？过下坐一下，伊那戆呢，迄脚才甲关断来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伊讲不爱是吧？不爱，恁生意无够，这赔钱我要来做。来，不行，太过分了，他是。我老大的你宝贝女儿，她怎么可以让她出卖色相呢？我们不稀罕你那个箱子，你拿走，你拿走，
这哦哦，我们怎么会稀罕你那个箱子呢？对不对？那个箱子放了什么几个巧克力，就想要换我们宝贝女儿的色相。你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宝贝女儿，你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保护你的女儿。都巧鬼呢？对啊，你多来多去过来打鬼。啊，我是保护她呢。啊，你喜欢耍呗？没跟谁来哦，没。每个人在外面照。你先坐咧，让阮豆豆来瞧这件代志。你妈喊你冲崩嘛？是，我告诉你，过去坐一下，坐一下，拿一个箱子给他拿回家，知道吗？过去，爸爸不要啦，全部不要。好了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妈妈。不要，我要，不要，要要要要，好，靠近，你过一条，我就跳。妈妈跟你讲。哪里面有比钻石还要重要的东西？你起码陪坐一下而已。你要买什么，妈都买给你，乖哈。可是我是女儿哎，就是我女儿，好商量，来啊，坐一下来。哇，这站着睡哦。嘿，不是。哎，不，不是嘛？你讲好嘛？是会饮酒的嘛？他还没有上过班，是没有。哎呀，他还没有上过班。哎，要教他嘛？对对，我要教。我告诉你，交杯酒，对不对？交杯酒是这样，这样啊。这个男人他这个手会在试用部。你真正安尼个？你讲我嘎嘎。你用讲的就好，你唱魔鬼啊！假如这个人他就跟你交杯酒啊，这个手在这里。你怎么唱个鬼？你不要挡嘛，我是在教你耶，我在教你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没有关系。哎，对了嘛，你等一下哈，这样就不可以挡。对嘛，还爱尬嘛。我你做一遍，尬三遍。交杯酒啊。我以前知影你有厚道，也唔过我们猜你有气质。无啦，我今日这副哦，看唔对啦，看倒霉啊啦。哦哦，这个不错。哎呦，啊，这别拜，这别拜。真的好厚，你有满意对不对？这个好。你也看到我们的诚意了。有诚意，有诚意，这个有诚意。那这个箱子是不是可以？哎，你做拍出力耶呢？这样子也不行，那很不行。老公，对啊，两个拢袂应你，我来难捏。什么捏？叫你细汉去处理啊。给他抢过来。做你听，足简单嘞，就过来啊！你丢啊！拄则唔免叫阮祖囝去，根本叫伊就好啊！你高只干呢？你俩中文真正你惊你哦！对，乖，阿伯您试看嘛，我来帮你打开它。打开。拍袂开。你刚才要拍一卡钱啊？你等我一下。嘿嘿，是你变沙棒啊！你这是要插的对，这你无插是要安怎断？哎，是吼，对，来插嘞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了，对，你给我给一摆机会哈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大家闪开哦。叶川，我向无有回，你即摆在创啥？我保护阮祖囝。即摆保护咱，佫足彻底嘛？你保护手，就保护你脚是安尼开。没问题，放掉。你看到没啦？你早干呢，报道哎，都我最近来哦。
你到底要安怎？你敢肯把迄个箱仔内面的面面甲阮讲？我甲恁讲，恁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无再甲我拍开。今仔日我死无要紧，我若无甲恁讲密码款，你绝对看袂到内底物件。嗯，安尼说。到底有啥物条件？再肯甲阮讲啊？我甲你讲，真简单，两个条件。不行，我们老大行走江湖几十年，从来没有跟人家讲条件的。哦，我们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，你想太多了。你是阮老爸咪？啊，啊！你讲条件，到底有啥？没有嘛，我听。你有够古怪，拢替唔白讲话咧，是不是？这时候你点点卖讲话啦。他咧，好。你也未讲了。所以头一个条件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真寂寞。你将恁仔囝嫁乎我，头一个条件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真寂寞。你将恁仔囝嫁乎我，你要阮仔囝嫁乎你？是。好了好了，不行，好了，行了不行，不行，她是女儿呢，算在女儿，亲生的呢，这，哎呦，敢当亲生？对，恁早间你要给，要给伊哈？给，你去卡密码给他讲就好啊。有影要给？对，给。好了，既然你都遐尼啊爽快答应，无我跟你讲了，规定嘛不是你的早间啊。好了，给啦。哎，我跟你遐久啊，这我听遐久。你即马讲唔是我查囝，不是严正西。你唔是严志林？我唔是伊，唔是伊啦。你看迄个面型啊，才无可能是伊啊，无安尼啊。含啥？含迄个孔锵声。什么？孔锵？不会吧？生安尼你还在哭？恁爸同阿妈欺负我还大，还搁在哭。啊！你是先含伊啊，含我？不，我先含你。嘿，啊，老伯吼，因为你外口无闲，啊，我是讲我伫厝内底嘛无闲一个安尼。啊，我甲你保证，我拢叫你的名，不叫伊的名。啊！你这个破布啊，你爷！我去坐啦，我白等，破布我白等你爷。太衰，我也较尊重的。我没有关系。阿玲，我阿你讲。嫁给，袂使啦，大哎，谁你袂使？哎，阮早囝，你早囝，不可以啦。其实大嫂跟孔锵做的事，我跟你女儿也做过。他也个矮一雄啊，早囝你嫁伊啦。好啦，你嫁给他啦。我才不要嫁给他了。为什么不要？他很有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钻石，听我的话啦，过去啦。你就这样拆散我们吗？过去，断。他会疼你的啦。他会疼你，不要背过。感谢，请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是是，一定。我不是拜托这呢、啊，拜托啊，拜托是拜托那个号码。哦，这密码是吧？嘿，阿伯，还有第二个条件。啊！你的条件这这好到啊！你袂输的。无啦，脚本难写。两个条件，第二个条件，你爱跪落来跟我核实的，而且爱倒你一支手。哈！哦，讲叫我甲跪，我查甫囝我甲跪。你甲跪吼，伊是有较超过啦。对吗？啊，那倒手哦，差不多啦，无要紧啦。啥物咧？倒手差不多。不是，我两支手好好咧。你一支手换你一世人的幸福，安尼哪有无好啊？对哇。啊！对，你真正甲我倒咧，你会听无？你有代志无？你有够大力！我那个手嘛剁掉啊！你即摆应该用甲阮讲密码对无？对啦，密码讲者。好，我看在恁两个条件拢答应我，好，我来讲密码。提起，内底拢是无价之宝，全世界上珍贵的物件。安尼一定是酸啦、啊，对。
而且是做大了，别算啊，买了搁较值钱，也好贵好啦，也好嘛，就是，就是话者，你的生日，你的生日啦，我的生日，是啊，一二零六啊，一二零六，给你啦，给给给，紧拍鬼啊，紧拍鬼，好，生日大人是我的生日，嘿嘿嘿，哎，啊，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！这就较早你和伊做伙，这是较早我甲伊做伙的时阵，所有的相片，所有的回忆。家长，我写好的每一张批，我完全拢留的。你不是甲我讲内底是无价之宝？是，因为我真爱你，所以咱较早讲所有物件，对我来讲，才是全世界上珍贵的物件。惨啊！早嫁嘛无去啊，我两个手搁减一半，我只是人幸福都无啊！我是要安怎啦？我后半世人是要安怎？你还有我，女儿娶不到，娶妈妈也不错，你就跟我远走高飞吧。还是妈妈好，对不对？还是妈妈好。等一下。我也要带你女儿走，老师换一个更浪漫、更浪漫的音乐。不好意思，流浪吧。我妈咪吵你早起，碗就高飞啊！来，我们来走吧。老公，再见了。走到一个没有你爸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离开。来，开始吧。你看，无也无啦，大囝也无啦，这是做人唔通做歹啊，唔通去怪人的母囝，怪人的母囝就是安尼啊。